大家好，我是林木，我现在呢，我人在花莲的大，不是东大门夜市。其实我自己一天都在休息，周围的拍摄，我现在有点忘记要怎么拍。听说这个夜市很大，所以有点担心会迷路吧。你有去过花莲吗？应该有一次吧。大东门夜市。そんな名前だっけ？あれ？应该我有去这个夜市，但是我忘记它的名字叫什么。啊，东大门夜市啊，你有看我的影片吗？有一些。没有的，有没有的？你有去过这个夜市吗？应该是有，但是很久很久以前已经忘了。台湾最近比较多那个疫情的，就是确诊比较多，严重。好像有一些店也没开耶，你看小朋友玩的那个设施吗？都没人呢。你好，我要那个番茄的。你要番茄乌梅是吗？啊，对，这里为什么没有人？因为现在那个防疫，很多人很少人进来，很多店家都没有开。对对对，而且你看，我们用这个用麦克风，不会接触，很安全。点餐还可以唱歌哦。我有点害羞，不是。不会了。你有吃过这个吗？葫芦，番茄的那个吗？糖葫芦。啊，糖葫芦没有。咦？咦？マジで？怎样？怎样じゃなくて。这个不行哦。欸，这个真的不行耶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台湾代表的甜点什么吧。可是我在日本也有看过啊，感觉在日本也可以吃得到，所以就没有买过。而且我本身不是很爱吃番茄。啊。笑屁哦！台湾有那个番茄糖葫芦，中间有那个黑色的一块东西。哎，这个是葡萄干吗？还是不是不是那个？你有看过吧？有看过，可是没有买过。这个超好吃，我超喜欢。那个トマト啊，我喜欢番茄加那个梅子粉吃。哦。啊，那个なんだっけこれ？あの炸的葱抓饼吗？那个叫什么？炸弹葱油饼。炸弹哦，这个东西的印象，但是我忘记它的名字叫什么了。这个你没有吃过吗？这个我有吃过，我比较喜欢吃那个煎的葱抓饼。对对对，我觉得炸的也好吃啊，但是比较喜欢吃煎的。我も葱抓饼の方が好きかもしれない。ちょっと油っこいかな？卵を揚げると結構油吸うよね。なんかあれ食べると背徳感すごい。葱油饼。まだトヨピの話したい？あ、したい。好，你继续。日本没有这种东西吧？还蛮油的，所以。なんか日本油っこいものあんまり多くないイメージかもしれない。あるけど。あるけどなんか こっちの方がすげえ油っこいイメージ。そうイメージ。イメージはね、そう怒るかなこれ言ったら。確かに。日本はでもなんか衣つけてあげるやつが多いからさ。なんか多分 B 級グルメとかあの辺ちょっと脂っこいんじゃない？何コロッケとか？うん B 級グルメの代表コロッケだ。なんかあのお好み焼きとか、焼きそばとか、とんかつとか。この串焼きうまそうでしょ。味付けがねやっぱ日本と違うなっていうの。大きいね一個一個が。美味しそうこれは。台湾こういう夜市は絶対あるよね。台湾で食べたことないかも私。やば。你真的来台湾在做什么？我超爱吃那个咸酥鸡，所以我都在吃咸酥鸡。好像去夜市，我买了咸酥鸡，还有那个盐水鸡吗？那你下次来台湾多试试看吧。食べるわ。これ何？好像什么鸡屁股吗？啊，ぼんじり。あ、そうそう、ぼんじり。美味しいねそれは。なんか居酒屋とかでしか食べたことないよ。え、なんか一個少ないんだけど。一番台湾の鶏心が好きなんだよね。うん。は？私内臓食べれないんだよね。レバーも食べれないし、鶏心也食べれないし。大腸。大腸も不行。米血糕、鸭血这些都不行。見てこれ、这个看板的名字。え、字違うから。え？三字だから。
あ、そうだ。こいつそう思ってんのかなって今ちょっと思ったけど、まさかなと思ったのに。こいつ絶対ママの名前と間違ってんだろうなと思った。がっつり違う人の名前指さしてる変な人やん。やば、恥ずかしい。本当だよ、もうこれカットした方がいいよ。せめてモザイクかけるわ。間違ってっから。现在还有开吗？还有还有，剩这三只，你要哪一只？我要这个。这个吗？嗯。この玉米をね、他说烤玉米要等十分钟，所以我去了别间。是铃木耶。哎，这个是你们的那球衣之类的吗？球衣就是我们的制服。制服。对对对，它就很像棒球的。它是原住民的意思啊。什么意思？叫板扎嘎固。哦，板扎嘎固。对，我是那个原住民。对。哦，所以就是 I Aboriginal 的意思。对。我是 P 吗？啊，你好。你有看他的影片？刚刚才看完了。真假的？是不是你？你可以小声一点，我有点害羞。見てこの餅うまそうでしょ。え、美味しそう。これは本当に美味しそう。台湾的餅真的很好吃。台湾的餅比较软，还有我觉得那个粉好吃，那个花生粉。我们是加那个黄豆粉嘛？因为我觉得台湾的那个花生粉好吃。日本的比较硬，我觉得日本的麻糬比较硬一点，还是我们没有吃过现做的而已。嗯，我觉得不是，台湾的特别软。我也觉得台湾的特别软。听说花莲有名这个，好像是哎，二月23生日。二月二十三，对，双鱼座。双鱼座是什么？你说特质吗？天真浪漫呐、啊，蛮感性的，比较阴风血气。就两只鱼。你很烂呢、欸。然后双鱼是十二星座里面智商最低的。哦，智商是什么？智商 IQ。是吗？可是 EQ 很高。确实。EQ 很高。你玩他继续走啊。没有。要休息啊！好危险呢、欸。不是很厉害。是不是。你把他当超人。你为什么在敲石头？棍子还是什么东西在敲石头？这个是竹筒饭。哦啊，里面是饭。阿美族，你知道吗？阿美族传统的料理，它里面有小小的，里面有小小小虾米，就是有虾米啊，还有虾仁啊，有葱啊。有葱。应该是糯米吧，里面啊，是是，我觉得我们的手是，有点像那个粽子，可是它是那个装在那个竹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，我有听说过，可是没吃过，好吃吗？很有味道，它的口感特别，一粒一粒 Q 的感觉。可能花莲的糯米比较不一样吧。嗯，这个就是原住民的小辣椒，它很特别哦。他们其实有分绿色跟红色啊。我们绿色好像没了哈。对。绿色它是在树上摘下来，它确实一样辣的，就绿色口感是脆的，但红色口感是辣的。但是辣度是一样的。对，那我们今天来看看，我们就是原住民的小辣椒，很小，越小的越辣，越小越辣。为什么小的？它本身就是这样子，越小的越辣，香气。哎，然后有新设定。哦，表示。你看，我说不行。好了，那赶快吃，快拌饭吃，拌饭吃，好了，拌吃。确实。哎，这个刚刚我刚刚烤的是这个，对，只是它口感不一样，因为我们这个是直接吃，它是蒸好的口感，吃起来比较 Q。黑紫米，黑紫米，这是紫米，这是小米。对，有些其实日文会比较简单，因为刚刚汉字其实就 OK。然后是之前他们丝路的关系，还有雪吗？对，我记得是什么就丝路的时候，就历史上是这样。我就把它对折。把我对着，星星把你也对着，几岁了？哦，哈兹嘎西，没有一番，哎，没有一番滋味，对不对？哎，紫米的感觉，有花生，很好吃，对，会有香。那边可以想说给你尝鲜一点点，让你感受到。吃那个，何これ？あ、小さいなんか食べてる。おいしい？虫はさすがに食べれない。違う？これめちゃめちゃしょっぱい明太子みたいな。カラスミ？塩漬けした卵みたいな。カラスミじゃない。あ、カラスミなんだ。え、わかんない。キャシャンなんか日本の漬物みたいな感じでしょ？あ、そうそうかもしれない。この人が言うには一口でイワンファン、そんくらいしょっぱい。おお。あ、就是面像咖喱面包的。有嘞，有嘞，有嘞。我们的原住民的俗语叫“洗脑”，洗脑，洗脑。嘿，阿美族就叫“洗脑”。它是生的肉下去腌的，透过盐巴跟米酒，这样子已经腌完了，它已经没有血水啦，所以原则上已经可以吃哦。
但是它的鲜血是可以吃的。你要拿去，有些人会直接吃啊，那有些人会直接拿去油煎。所以他们是都发酵吗？它都是透过盐巴去腌到熟。你看到这些东西都是，它都是生的东西，拿去用盐巴去腌。像我们先举例来讲这个猪肉好了，先拿去腌，腌到熟之后把血血给它用掉，然后再用米酒去提那个香气。它很难嚼哦，它有点像那个口香糖，我们都叫原住民口香糖。这个我常吃啊，好咸的，这好吃哎。拌饭其实还蛮好吃的。出棒！我要完全不能相机，也没有笔。来了！你在签名？韩慕斯，我在签名。要你的签名，好像ちょっと変わってるなと。いや。まあ、俺が一番持ってるわ、それは。我没有看到你吃玉米耶。我跟那个他们聊得太久，就那个玉米的店已经关了。哈？有吗？影片结束，我们怎么没有看到你吃玉米？我也吓到了。白付了钱，没有吃到玉米。我忘记吃玉米。あ、そうだな。終わっちゃったけど大丈夫？取れなかった大丈夫そう。どうなんだろうね。これでもいけるはずだけど。動画6分とかになろう。ちょっと感想つけ出して。感想つけ出して。ちょっと私自分がパリ行った時何食べたか探そう。何不満？いや全然話せるんだけど、動画のもう終わりに話し始めてる。じゃあね。じゃあね。じゃあね。あ、ちょっと待って。